咱落榜了。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起猛了，看到李莲花来现代了。李莲花没死，夺舍了傅云深。我是李莲花，我重生了，穿越到了另一个时代，一个叫傅云深的倒霉蛋身上。好消息是我没有死，坏消息是我腿瘸了。Oh Buck 谁懂啊？傅云深分为赶的神，这个夏天被程毅狠狠拿捏了，以帅飞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最近看的一整个梦幻联动了。刚看完李莲花，我转眼又爱上了傅云深啊！我不允许还有人没看程毅的唯一线偶，一整个酥麻了。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，动作一样的行云如水，帅气迷人，